Chatgap 为周深推荐国际音乐大师 Max Martin 做老师。小编请 Chatgap 根据周深的特点和专业素养，为他推荐一位国际上的音乐大师作为老师，并说明推荐理由。Chatgap 说，为周深推荐国际音乐大师的话，会考虑到周深所擅长的音乐风格以及他的音乐职业发展方向。鉴于周深的音乐风格偏向流行音乐，会推荐美国音乐制作人和作曲家 Max Martin 作为他的老师。Max Martin 是现代流行音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之一，他的作品包括布兰妮斯·皮尔斯、泰勒·斯威夫特、凯蒂·佩里等众多著名歌手的单曲，擅长制作旋律优美的流行歌曲。对于如何构建完美的歌曲结构和制作高质量的音乐作品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他的指导能够帮助周深提升自己在流行音乐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创作能力，提高音乐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小编百度了一下， Max Martin 并不是美国的，而是瑞典音乐制作人、作曲家，被誉为欧美 Teen Pop 教父。你觉得 Chatgap 的推荐合理吗？最后想说，这只是人机聊天，不代表什么，所以勿杠。